今天错过了一个有台词的角色，不过我现在很开心，因为还有两个小时就能见面了。还给我，这是我的照片。哎，还我手机！你这是当街抢劫吗？喂，哎，随便拿人手机，这种行为可以说是窥探他人隐私，你知道吗？追车偷拍就不算窥探他人隐私了吗？你什么意思啊？我可以不计较，但我不希望有下一次。好，今天算我倒霉，你把我的照片还给我。小姐，我请你学会尊重别人。你还我照片，你给我。喂，你等等，下车，你跟我道歉。什么意思啊？如果你觉得钱可以解决的话，打上面这个电话吧。喂，你别走啊！什么人啊？这么难听的名字。漫展庆典狂欢节于今日上午正式在本市会展中心开幕，现场众多互动活动正如期举行。令人期待的是，著名网络 CV 大神莫不语的线下见面会也将在今天亮相。其实今天除了见面会以外，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中年纪念日。没错，我在这里呢，也要先带大家问他一个问题。莫不语老师，下一次的新剧准备什么时候发呢？新剧已于上周交映，后期顺利，其他配音也都顺利的话，
最快下个月跟大家见面。就是您配了这么多角色，到现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玄彻。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我出道的第一部戏，《凤凰诀》中的玄彻。我就知道，相信有很多人喜欢这个角色。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粉丝互动时间，我们将从台下挑选一名幸运粉丝到台上来和莫不语老师一起来完成这个片段。哇！那我要选了哦。哇！那就请那边那位女生吧。我吗？对，是你。小心啊，小心！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莫大，你好，我叫夏小宁，我追随莫大的声音已经4年了。哇，那真的是非常忠实的粉丝了，而且还看到你带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应援牌，这个是你自己亲手做的吗？对，这些照片全部都是我自己粘上去的，然后每一张照片也都是我自己拍的，希望莫大大能喜欢。哇，真的是非常有心了。那小宁，你熟悉《凤凰诀》这个剧吗？我熟悉，这是我的入门剧，我每一句都能倒背如流。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正式开始了。我玄彻这一生只为3个女人哭过，一个是母亲，一个是易柔，还有一个便是麝月，但最终这3个女人我都失去了。为了我，你不值得。如果爱也有值不值得，那或许就不叫爱。麝月，若有一天你厌倦了权势，厌倦了武功秘籍，厌倦了勾心斗角，我在这儿等你。我不管日后如何，我只愿此时此刻我能够和你在一起。此时此刻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啊，这位观众，我们要开始下一个环节了。莫大，那也请您下去休息一下吧。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尘风女团为大家带来《寄相思》。注意看路，至于吗？嗯，对不起啊。没事，理解，理解。嗯，真的不好意思，对不起。故意撞我怀里的套路，太得人用了。哎，这人要是太有魅力，怎么武装都武装不住。莫不语。你也不过如此吧，和我比还差点。怎么又是你啊？我警告过你了。我也警告你，
你不要以为你把照片给删了，我就不记得了。你快跟我道歉，要不然我就曝光你。你不要再跟着我。哎，你等等，跟我道歉。道歉？对，第一，你弄脏了我的东西，虽然也有一部分是我的责任，但第二，你无端抢夺他人财物，窥探他人隐私。第三，你出言不逊，说话很没有礼貌，难道你就不应该跟我道歉吗？别再胡搅蛮缠了。我胡搅蛮缠，作为一个男士要有一点点风度啊。的学习配音了，记得你曾经说过，只要喜欢就去做。现在我终于做到了。新家怎么样啊？别又拖拖拉拉的不收拾啊。妈，我有你说的那么懒吗？房间我都已经收拾好了，发给你看一看。看，这个就是我的房间，环境也很好呢，漂亮吧？我这边还有一个小阳台，阳台上面还养了好多花，哼哼哼，还挺好看的吧？嗯。不是，怎么又是你啊？你又在偷拍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会一直都在跟踪我吧？我跟踪你？这位先生，我看你不是得了臆想症，就是得了被迫害妄想症。你以为你是谁呀？值得我跟踪？我还说你跟踪我呢。我不管你拍了什么，如果有我任何隐私泄露出去，我一定会用法律手段起诉你。你是不是有病啊？小姐，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如果你有觉悟的话，最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否则后果自负。我还不想见到你呢，自恋狂。挺好的一天，大晚上碰到你这个衰神，真扫兴。如果他真的是私生饭或者狗仔，又要搬家了，简直是冤家路窄。这个人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怪人一个。Steven 要钱，反而跟踪到了公司。说吧，跟踪我到底想要什么？我跟踪你。拜托，这位先生，按照你的逻辑和理论，是我先上的电梯，我有理由怀疑是你在跟踪我吧？你不说我报警处理。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有被迫害妄想症，麻烦你早一点去治。
作为一个男士，不求绅士，但最起码的礼貌是要有的。就比如说，你现在还欠我一句道歉。我要是你的话，我现在就道歉。连我在几层都调查得这么清楚，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发现自己理亏了？各位领导，早上好。顾总好。去人事部领一周的工资，明天不用来了。啊，听不明白？你被开除了。我说面试为什么这么顺利？看来他这一关才是生死攸关。顾总，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正规的面试、正规的录取流程才进的公司。就算您现在让我走，你也要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吧。我是老板，这个理由足够说服你了吧？都什么年代了，还演霸道总裁？算了，反正早就和他撕破脸了，也不怕再破一点。霸道老板，怒退女大学生，30分钟刷新世界纪录。这个标题怎么样？你什么意思？我自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但是我可以到网上去曝光你。笑一下，看这儿。哎，果然没错。说吧，要多少钱？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钱的，我是为了梦想。梦想？偷拍跟踪还拿照片威胁我？跟我谈梦想，危险？难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看来他真的知道我是莫不语，不能逼急他。就是梦想，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当然要在不同的时期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了。不要轻视任何一个有梦想的人。你是说，你费尽周折进公司，就是为了实习？嗯，是啊，能跟着顾总您工作，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是一定不会轻易放弃的。现在不知道他的目的，先稳住他再说。你喜欢配音？是。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是老板，你是助理，如果助理不合格，老板是不是有权利开除他？当然。合同上有3个月试用期，那我们就以3个月为限。好，那从现在起，您是我老板，我是您助理，抛却成见，不准公报私仇。当然，出了这个门，3个月的时间里你不能提任何的要求。如果你自己坚持不下去，对不起，那就不能怪我了。一言为定。相信在各位菠萝同仁的帮助下，我一定能更快成长，也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各位大家好，我叫夏小宁，我很高兴能和大家在菠萝相聚。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错了，小宁，你这么说就大错特错。你不需要大家照顾，你应该关照大家。你可是忘川的大功臣，
凭一己之力促成了忘川。来，大家给他鼓掌。来，大家快坐满上，敬夏小宁一杯。来，我不能喝酒。顾总的助理就不给我谢总面子。来，大家干杯啊！咱们菠萝的规矩啊，新来的员工第一次喝酒，三杯。啊，对对对，来来来，三杯，亲爱的，三杯，三杯，我给你倒上。哎，我可以了，可以了。看来是鸿门宴啊。嗯。顾兄，读书多无趣，三月。小宁一杯，是啊，老顾啊，你的助理真的很不错。来来来，我给你买上。酒量不错呀。谢总。之前办事情呢，是有欠妥当的，我在这儿自罚三杯，对不起。接下来呢，这一杯呢，我敬您，我干了，您随意。干。老顾啊，我们才刚开始，你要不要一起过来？让夏小宁接电话。嗯，我在呢，我在，顾总。来录音棚一趟。啊？我们还在聚会呢，能不能不要这么扫兴？夏小宁，我给你半小时，必须赶到录音棚。嗯，好的，顾总。对不起啊，谢总，你也知道顾总的那个脾气，我可惹不起，我得马上回一趟公司了。我先走一步，对不起啊，谢总。你到时候长点记性就行。顾总，你找我？喝了很多。嗯，还好。回家醒酒吧。我不需要醒酒。你不要瞧不起我。不就是从最基础的开始让我做起吗？你以为你能难得倒我啊？我跟你说。我很努力，我最近可是看了很多很多书的。你醉了，跟你叫车。我没有醉。你还是瞧不起我。我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有多厉害。
你不是说叫我回来加班的吗？人呢？这一个人都没有啊。你说，你是不是又在耍我？既然你想加班，试一下这场戏。这不是《忘川》里面林默涵女主的台词吗？怎么，不敢了？谁说我不敢的？是就是。顾兄，读书多无趣啊。醉醺醺的，应该听不出莫不语的音色吧？方不负这番美景。默涵兄，你可有何烦心事？我烦的是，顾兄，读书多无趣，不如与我一同饮酒赏花，方不负这番美景。莫寒兄，你可是有何烦心事？我烦的是，这桃花三月无人采，琵琶断弦无人弹。这可是闺阁女子愁绪，我素日让你多读书，你却总是不听。倘若我是一女子，你可否会觉得我比你这手中的书更好看些？你喝多了。我没醉，你是酒不醉你，你自醉。以后都不要叫我莫寒兄，我想听你叫我。顾总，早上好啊。早。顾总，昨天晚上。喂，你好，抱歉，刚才我跟你们说，昨天的场面简直没法看啊。可不是吗？真劲爆，那叫一个天雷勾地火，刺激。你说今晚还会不会？不会了，不会了，以后都不会了，不可能的。哎，姑娘，
你也看拳击啊？看来咱俩是俩阵营的。昨天真心疼你偶像。是啊，我也看拳击。我偶像是什么人啊？他肯定会立刻恢复状态，然后满血复活的。你们就都等着瞧吧。行，我们就走着瞧，看别到时候又被打得满地找牙。就是。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跟着顾晨宇了。从今天起，你不用再跟着顾晨宇了，到我身边来，做我的第一特助，怎么样？真的吗？真是太好了！我早就不想跟着那个顾晨宇了。谢总，您找我啊？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跟着顾晨宇了，到我身边来，做我的第一特助。啊？为什么呀？因为你的表现不错，所以我可以做主，把你的试用期提前结束，并且升职，做我的第一特助，工资提升50%。谢总，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目前不太能接受调岗，因为市场部的工作不太符合我的未来规划，我很满意我现在的职位。这剧情走向不对呀、啊！难道他不应该感恩戴德的谢谢我的重用吗？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回答我，你可以先回去考虑考虑。不用考虑了，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也不想走捷径，我只想好好待在制作部。我已经和郝总说过了，他也同意了，以我的安排为准。那可是，谢总，我承认我之前对您有欺骗行为，在这儿我再一次的跟您郑重的道个歉。我是真的很想学习配音，我只想待在顾总身边好好学习。况且我也知道，谢总您呢，在我心里面一直都是一个英明果断、思想开明的好老板，您是一定不会强人所难的，对吧？少恭维我，你不来也行，但我有个条件。怎么样，敢吗？赢了我，今天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你可以继续留在顾总那边。怕了吧？谢总，您这不是欺负人吗？男人和女人比玩游戏，这有意思吗？有意思。小宁还挺不错的，刚来两天就被谢飞看上，想把他要过去当助理呢。他现在在谢飞那儿。不得不说，现在的小孩个人意识还挺强的，所以再来，上，再来，再来，
承让了，谢总。那我就先走了。不是，我们在。你没事吧？伤到哪儿了？我好像扭到脚了。怎么回事？上班时间让我助理陪你打游戏，还崴到脚？不是的，刚刚是我自己不小心啊。谢飞，别胡闹。哎，等等，我车就在楼下，我送他方便。不用，我们住得近。要不然还是放我下来吧，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哦，让我放还真放。刚才谢谢你，顾总。你别误会，我不想你是因为帮我的关系被人刁难。应该没什么问题，我送你回家吧。近水楼台先得月，是时候添把火了。药，记得回去用。谢谢。顾总，我跟你保证，面对谢总升职加薪的诱惑，我丝毫没有动摇。你可想好了，在我手底下工作，升职加薪没这么容易。我早就已经想清楚了，我知道自己的斤两，而且我现在能有机会扎根在配音一线工作和学习，我已经很感恩了。请您相信我，我一定会努力的。那你好好休息吧。谢谢顾总。什么事儿那么开心啊？喂，有话好好说，还敢非礼我？我跟你说啊，我终于要实现我自己的梦想了。怎么说？公司派我邀请莫不语参加配音，那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他发了微博私信。结果，莫不语他回复了，莫不语他第一次回复我。而且他还说今天晚上想聊。现在几点了？哎，你说我要不要问问他晚上几点钟有空啊？还是算了吧，他如果晚上有空的话，那他一定会告诉我的，你说是吧？他如果忘了怎么办呀？应该不会的，这怎么着也算是商务合作，你说对吧？哎呀，瑶瑶，你好歹说一句话，你帮我出出主意啊！话都被你说完了，你还要我说什么啊？怎么办？我要冷静，冷静，休息。
疯魔了，简直！在了，在了。其实时间的话，可以看您这边什么时候方便。我们公司这边都还好。又在干什么亏心事啊？我光明正大，坦坦荡荡的，我能干什么亏心事儿？反正我没有偷拍。顾总，我刚刚正在和莫不语约定见面的事情，忘川有了莫不语的加入，那简直是如虎添翼，一定会大卖的。顾总，您就坐等着数钱吧。见偶像这么开心吗？那当然，莫不语他可是我唯一的偶像，我之前和你说过的。小心见光死。我才不是那么肤浅的人呢，再说了，我喜欢的是他的灵魂，我又不是外貌协会。万一他是呢？他也不可能会是那么肤浅的人。就算他是吧，那我也不可能会吓到他吧。我男神回复我了，他已经把那个时间还有地点全部发给我了，我要去准备准备了。顾总，我就先不跟你聊了，拜拜。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的棚吗？这是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经常用的棚，现在还会偶尔过来录个音。你不是说莫不语非常注重个人隐私吗？按照你的计划，他应该有个属于自己的录音棚。还是顾总想的周到，不过我今天没见到莫大大，他刚改为晚上连麦沟通了。作为对接人，应该熟练地掌握录音间的设备，所以趁他没有进棚之前，我带你先练习练习。顾总，你要不让我来调试吧，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对，你再指导。可以。首先就是打开硬件设备，音箱先关后开，打开录音软件，输出输入设置，最后新建一个轨道。这样就可以录制了。哦，对了，要调整一下输出的音量大小。输出应该是这个键。顾总，我能进里面去试试吗？去吧。准备好了吗？我可以了。每一次相遇都是一种缘分，在我们的世界中，每天都有着无数次的相遇，无数种的缘分，有的就只是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却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
听得到吗？喂。能，我能听到。对不起，我刚才实在是太紧张了，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能和你连麦。这简直是比有生之年还要有生之年啊！这么激动，还能聊工作吗？我会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把公司分开，请您相信我，莫大。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正题。好，进入正题。是这样的，之前的合作细则我已经通过邮箱发给您了，我不知道您看过之后有什么觉得需要修改的内容吗？合作细则我已经看过了，非常好，和我心目中的想法很契合。您满意就好。那你们公司有什么要求吗？您能答应忘川的邀请，就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荣幸了。不过我们公司这边还有三点提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希望莫不语老师您能有充分的时间和档期来配合我们这个项目。第二点是希望您配合我们公司的集中录制，这样也方便沟通。第三点，希望您能够参与部分的选角工作，也方便以后工作的顺利进行。说完了吗？我说完了。第一点是一定的，后面两点我需要再考虑一下，我也有三个条件。好的，没问题。您说，我们这边会尽力配合的。第一，我不会进棚录制，你是我的粉丝，应该知道理由。第二，我只跟花小宁一个人对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见面以后我的身份要绝对保密，不能对任何人提及，注意，是任何人。我明白，莫大。您的要求我已经全部都记录下来了，明天会上我会和我们老板提议，您看这样可以吗？可以，我都说完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有啊，我还有100个问题想问你，可是我承诺过会公司分开，还是下次吧。我没有了。好，再见。再见。我觉得我莫不语连麦。我现在已经到你们公司楼下了。啊？哎，我不在啊。您不在公司啊？哦，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在附近谈事，你方便的话帮我送到这儿吧。哦，那厉总，我问一下，您那个地方远吗？因为我下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试音，我要赶回去。不远，不太远。你沿着青兰路往东走，右拐，有个工厂，我就在工厂里。好，明白了。厉总，厉总你在吗？厉总，厉总，有人在吗？哎，别关门啊！哎，开门啊！开门啊！还有人在里面，有没有人在啊？有没有人啊？拨号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关机了呢，张洛丽，接电话呀！喂，小宁，你在哪儿呢？录音已经开始了，你怎么还不过来？你是已经试完音了吗？嗯，小宁，我感觉快下雨了，你赶紧回来吧。雅婷，你现在能找到洛丽姐吗？你能让她接个电话吗？我现在这边有点情况。哦，好，我这就去。
喂，洛丽姐，哎，是这样的，我给厉总打电话，厉总手机关机，我联系不上他，然后我现在被关在一个工厂里面出不去。啊，我知道了，你先别急，我这就跟厉总打电话。洛丽姐，麻烦你快一点，我马上就赶不上海雪了。喂。梦短梦长皆是梦，年来年去是何年，如若我与你是一场梦，唯愿长梦不醒。但就戏感来说是目前最好的，但是声音控制力差了点。可是他人物的贴合度不太够。那就再试试。辛苦了，下一个。听说今天下午有台风，刚才我出来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了。就是晚上下雨怎么回啊？哎哎，姑娘，外边下着雨呢。顾总，我现在在外面打不到车，外面雨特别大。你在哪里？告诉我位置。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在哪儿啊。夏小姐，你看一下你身边有没有什么标志性建筑。我身后有一个红色的大桥，然后我现在在，我在这个南湖路公交车站牌的下面。今日下午，山竹台风进入我省，引起大规模降雨。请各位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夏小宁，以后别人给你安排工作，你过来问我一声。你是我的助理，不是全公司的，明白吗？我下次不这样了。夏小宁，莫大你好。第一期的试音已经听完了，真的非常棒，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要沟通一下，不知道是否方便当面沟通呢？怎么说比较好呢？莫不语会不会以为是我自己私心想要见面？不过顾总说的也对，的确见面沟通会更好一些。 Steven 说的对，要想知道答案就直接问。这个夏小宁还在犹豫什么？莫大您好，同事们都对您第一期的试音赞不绝口。今天老板交代需要我当面跟您沟通一下，不知道是否可以呢？可以，今晚八点，
先喂小咖啡见。这就答应了？臭美一下。这个礼物终于有机会送出去了。实在是太紧张了。您看看，你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不用了。哦，对了，莫大大，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今天是我喜欢你的第四年，四年前的今天。我知道，四年前的今天，你关注了我的微博。四年里，你每天都在给我发私信，我都看了。你竟然都看了？我感受到了你的真诚，也感受到了那份感情。我以前觉得这种感情太过盲目，但过了很久我才发现这段感情原来这么的真挚。小宁，我等一下。不好意思莫大大，我想你不要误会，我约您出来单独见面纯属是公司层面的，我绝对没有单独想要和您私自联系。小宁，你发给我的消息我都认真看了，我很感谢你跟我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很感动。我今天来就是想要问你，华小宁，你是喜欢莫不语的对吗？不对啊，不是，全都错了。莫大，我承认我是喜欢您，但绝对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我很感谢这四年来您声音对我的陪伴，但我对您除了崇拜之情，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感情。我只希望你是我二次元世界中那一个可以倾诉的树洞，我的精神支柱，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想过。小宁，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虽然那个人好像不喜欢我，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和他工作的地方隔着一道玻璃，但我却觉得好像隔着千山万水一样。其实我本来是想要跟你发私信来说一说我这段感情的苦楚，但是没想到今天让你当面成了我的树洞。
你说的那个人是我吗？小宁，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是莫不语，我喜欢顾晨宇。你觉得这样很好玩是吗？你这是在欺骗我的感情，你就是个大骗子。陈宇，莫不语，那合着他一开始就在耍我呀？他之前不仅放了我两次鸽子，还在我面前装傻。那我给莫不语发的那些心里话，他全都看见了。天哪，这也太羞耻了吧！但可是，他是莫不语，这我完全不能接受啊。那我现在在他眼里面，岂不就是一个跳梁小丑？我竟然当着他的面，在和他表白，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蠢的人吗？等等，我刚刚是在和我男神发火。不对，他是顾晨宇，他是我老板。也不对啊，他也是莫不语啊。天哪！我居然在和我男神发火啊！谢飞啊谢飞，你什么场面没经历过？怎么就紧张了呢？我心里想……顾晨宇，我祝福你，以后喝的珍珠奶茶里面都得。小宁，你是不是喝多了？我没多，不用管我。小宁，我承认，上次在公司的表白，确实是我和老顾在斗气，但这次不一样。此时此刻，我希望你能开心地坐在这儿，听我把下面的话说完。第一次遇见你，你差点钻在我怀里。原本以为只是一次擦肩而过，但没想到，后来我们还能再次遇见。但我想，这也许就是欢喜冤家吧。什么欢喜冤家？你就是一个大坏蛋，就只知道欺负我一个人。一开始是我不对，但我想这是我们缘分的开始。当我抱起你的时候，我想我的爱情来了。是啊，那个时候我也以为是爱情来了，但
么多情，一厢情愿吧。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当然不是，小宁，我今天就。陈宇，你就是个大混蛋。可是我呢，为什么会偏偏喜欢上你这个大混蛋？大混蛋，混蛋。你怎么让他喝这么多酒？老顾，我就不信我每次都输给你。这个小姑娘她不懂欣赏我的好，就交给你了。小宁怎么了？喝多了。喝多了，哦，快快快进来。谢飞呢？他不是和小宁？谢飞也喝多了，好像还在酒吧。他也喝多了。嗯。顾总抱着小宁回来了，谢飞在酒吧喝多了。不用猜也知道了，一定是表白失败。哎，顾总。我还有些事要出去一下，那小宁就留给你照顾了，房间在右边。右边啊。
7月20日，晴。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终于见到了莫大大本尊。他现场又稳又酷，真人好高啊！口罩下面的他一定很帅吧？签名的时候还和他握了手。7月25日，今天跟莫大大连麦了，真的好激动。莫大说，最重要的是喜欢和热爱，只要有热爱，有热情，就一定可以成功。这句话我要一辈子记得。虽然不是科班出身，我也能凭借自己的努力一直走下去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遇到了就如这杯奶茶，遇见了就要好好喝光，珍惜它的每一点每一滴。你是谁啊？小乐，来喝点水。陈宇，是我。你就是顾陈宇，你就是那个大坏蛋顾陈宇吗？是，是我。对不起啊，小宁。对不起。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可以跟我说吗？顾晨宇，你就是个大坏蛋！你明明说喜欢我的，都是我不好。公安局。嘟嘟嘟嘟嘟嘟嘟吧吧，嘟嘟嘟嘟嘟。我怎么就喝多了呢？我没做出什么不该做的事儿，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小宁，你愿意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吗？
放手。你放手。有人拿莫不语的身份来要挟我，还偷拍了我们约会的照片，咬定是你放出去的消息。所以你就相信他了？你认为是我做的？我当然相信你，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幕后的主使是谁，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件事是冲着你去的，为了保护你，我只能将计就计。你这是相信我吗？为什么有什么事情你不能跟我说，让我和你一起面对呢？莫不语他是我的偶像，我当然应该守护这个秘密，而顾晨宇是我的男朋友，我更应该和他一起承担啊。你刚刚说顾总，这个是杨老师让我交给你的。过来。今天第一天去，感觉怎么样？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很开心。开心就好。我的那个工位如果再坐在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我跟杨老师说过了，在我找到新助理之前，你还要兼顾一下助理的工作。怎么刚调职成功就不把老板放眼里了？你去外面办公去看看还有工位吗？那老板大人，我就出去工作了。去吧。记得看啊。
到现在还在装无辜吗？你到现在还在装无辜？你说我这个重音是在你到现在还在装无辜吗？还是说你到现在还在装无辜？我这重音是在现在还是在无辜？用功不是这么用功的，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和休息。可是，我今天听过郝总的声音以后，我是真的觉得他很厉害，我跟他比真是差得太远了。他是科班出身，你是半路出家，不可以这么比的，不用紧张。我不是说紧张，我真的是觉得郝总他很厉害。如果郝总演女主角，那过两天我就要和他一起搭戏了。我真的不想跟他相差太多。你这是在吃醋吗？没有，我是说认真的。跟我来。干嘛？干嘛？你看这些小鱼。嗯，它们好像都长大了。是啊，它们吃着鱼食，一天天慢慢长大。养分呢，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配音也是如此，需要长期练习，突击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比不上郝总？你看这条鱼，它是这里最小的，但依然很吸引人。这就是你，依然很光彩夺目。你不用跟任何人比，你的配音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独一无二，就是你的优点。况且你在我眼里，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占我便宜，那你也可以还回来啊。隔壁是在干嘛？拆家吗？不是拆家，是在搬家。搬家？为什么要搬家啊？他说不能让你知道。那可不行，我要去告诉瑶瑶。嗯，这个老姑，本来想跟他打声招呼，这么早就睡了。为了不让你告密，现在我不能放你回去。睡着了，我怎么睡在他床上？Thank you.
夏小宁，你为什么在这儿听男朋友洗澡啊？喂，妈。乖女儿，你干什么呢？我在睡觉啊，你怎么这么晚了还给我打电话？小宁啊，妈妈今天去跳舞，他们又提起你那个老板了，你们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呀？哎呦妈，你不要听那些人胡乱八卦。这怎么是八卦呢？小宁啊，你什么时候带人家回家吃饭，妈妈得感谢感谢人家呀。好了好了，妈，我不跟你说了，我要睡觉了，妈妈拜拜。你脸怎么这么红啊？这个被子太厚了，有一点热，太热了。时间太晚了，我就先回去了。不留下来了？不了不了。我要是回去晚了，瑶瑶又要叨叨我了。拜拜。小宁收，这个顾晨宇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竟然公然送礼。这是为了今天聚餐专门为我准备的衣服吗？还挺细心的。郝总，这顾总和谢总还没有来，您看看要不要再点点东西？谢总今天临时有事不来了，顾总应该会晚一点过来。大家人都到齐了吗？到齐的话，我们就先开始吧。哎，郝总，夏小宁还没来，怎么回事？他是不知道今天有聚餐吗？聚餐邮件我确定是都发给每个人了。哎，兴许是路上耽误了。您看，咱们等会儿。哎，汪组长，你这是看夏小宁翻身有望，连说话的态度都360度大转弯了。胡说八道。夏小宁，愣着干什么？过来坐，就等你了。嗯。谢谢，今天帮我穿聚餐，他这是瞅什么房？穿的那么暴露，是给谁看啊？没想到小宁是这个风格。那是，现在当了女二果然不一样了呗。可是谢总今天又没来，他穿给谁看啊？这不还有顾总吗？小宁，今天穿的挺漂亮的。我听说小宁最近的表现特别好，得到老师们的一致认可，的确是应该好好打扮打扮。这样，
我们一起为小宁庆祝一下。啊，来。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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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得庆祝。好点了吗？没有。为什么只有我没有收到公司聚餐的文件？还有你，你送我的这条裙子是去烤肉店那种场合能穿的吗？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不过，你穿这一身裙子特别好看，以前没见你这么穿过，今天看到很惊艳。避重就轻，别以为你夸我两句就可以了。我说的是真的。不过，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这么穿了。哦。让这么漂亮的女生一个人住，我不放心。我可是放心的很。这种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那我一会儿回去就发一个群体的邮件。走就走。难道他不知道再哄一会儿就好了吗？小宁，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女生都是最心软的动物，要博得原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示弱。装病是走投无路时的速效药，百试不爽。
哎呦，小宁吗？我刚刚在外面吹风了，有点发烧，你那儿有没有体温计？时间了吗？39.7，这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温度啊？别动，我需要你的贴身照顾。你怎么脸这么红啊？你也生病了？你力气这么大，身上的温度也正常，你该不会是……我真的挺开心的。开心什么？开心我们终于可以共同进退，一起上班，再也不用遮遮掩掩了。是的，女朋友请多指教。走吧。